job at the hotel. I took a U-turn into the bar. I sit down on a stool out by the pool next to a lady smoking a Cuban cigar. I ordered a drink and took out my cell phone. I tried to make a call to LA. Dang thing wouldn't work. I started to curse. Bartender said, I bet it can wait. You got a lot to learn about living. It's a different world down here. Our biggest problem's deciding what fish we're doing. 咋不去什么？去哪儿？我在考虑我，哎呀，我在考虑我七号要不要去趟美国，我好纠结。啊，朝鲜间谍想去美国，就有事。真的不好，不太方便跟大家讲，但是我一定会过去开直播。科目二不考了。我爸今天上午给我郑重的打了个电话，他说：“丫头，你七号到底回不回来考试？”我想都没有想，我就拒绝了他。我爸沉默了很久，然后说：“爸爸支持你。”我眼泪差点流下来。他放弃我了，对。而且你知道这个事情搞的那个驾校的校长都知道啊，因为那天我们不是开了直播，然后我们家老家那边也有人在看我直播，后来就可能是什么小孩之类的，是那个驾校的校长的亲戚，然后就说：“哎，我之前看的那个主播六六在你那个驾校考试没有考过，你怎么不帮他通融一下？”然后那个驾校校长说：“真的没办法，就是都是摄像头监视，然后没办法走后门。”什么是这怎么音乐突然这样？等一下我。但是校长就很上心，校长还通过教练要到了我爸爸的电话。打给我爸关心我到底什么时候再去考试，然后我爸所以今天上午打给我问我什么时候回去啊，我真的没有时间啊，我这个月至少要出差四五次。对，我的下巴很尖，真假的？我昨天晚上吃了两盒泡面，早上起来感觉脸都肿了，然后看到了你的弹幕，我好开心。科二、科三一把过，高考作文啊。我听说了，我包括我也转了那条微博，就是，哎呀，这是江西省的第一次模拟考试的作文，是我给你们念，不对，我应该去给你们看那个图片。等会儿我去我微博上找啊。我昨天晚上吃了两个泡面，分别一个是康师傅，一个是汤达人。汤达人真的很难吃，像纸一样。然后那个泡面吃完之后放20分钟，你远处靠近它的时候，
闻到烟的味道，就是口感像纸，然后味道像烟。今天早上我吃了康师傅，好吃。对吧对吧，真的好难吃的那个。你看我真的不在意这些的，我冒着得罪汤达人的风险跟大家分享真实的事实。我的赞，我的赞。我看看啊，这个去哪儿找啊？我的赞，我赞过的微博去哪儿找呢？账号，我的赞，我找到了。图片另存为，这两天没有好好直播，对不起大家。可是我周四就是正常休息啊，然后之前出去朝鲜没办法，但是接下来的几天我都在，就你们想到我的时候打开斗鱼就会看到我 anytime。今天上午我跟那个索尼的人见了个面，然后他非常就是希望了解这个直播最近的情况，包括对直播行业的了解，通过主播的介绍。然后我就跟他讲，然后他说那你的直播时间是哪个时候，我说是下午3点到7点，他说到底是什么人在这个时间看你的直播。你为什么不在黄金时间直播？哎，说到机器人，你们看到我的直播间变样子了吗？就上面那个头图变成了 Horizon， 然后它是一个鱼吧的活动。就如果大家玩过 Horizon， 或者是看了其他主播玩 Horizon 的话，可以去那个鱼吧里面发表自己对这个游戏的看法，包括对人工智能的一些看法。然后我明天后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去逛一下这个鱼吧，然后挑一些有趣的评论来解答。我在找我的微博啊，稍等。六楼，你在96楼，好的。找到了，找到了。今天不止，我就至少有十几个人给我发照片。我打开之后，我是震惊的。写作60分，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小月是国内某名牌大学建筑系专业研究生，本科期间因在网络上上传自制的游戏视频被观众熟知，成为非常受欢迎的网络游戏主播。现在小月即将毕业，亲戚朋友希望他能从事建筑行业的方面的工作，而网友却希望他继续当一名游戏主播。如果你是小月，你会作何选择？请说说你的理由，具体写一篇文章，要求不得脱离材料范围，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我看看啊，这是这个人发给我的，还有图片另存为。
他们上午考完试嘛。哎，不过考试的时候你们怎么能照相呢？啊？这几位同学带手机进考场？啊，卷子可以照，卷子留下来了，答题卡带出来。我没有参加过考试，不懂。我们这些打游戏的都不知道。这个也是啊，他也是。哎，哦，对，这也是，就是江西省的第一次模拟考试嘛，高考之前的。然后我看到这位同学右边写了一认可，二自我效益、社会效益，三创新思维、主播泛滥，四尊重选择、自我价值。你看，60分满分，以他的这个视角，我觉得30分是有了。还有这个同学是第一个照片发给我的，小月，然后他下面写走自己的路，六六。我走我的独木桥，六六姐，这个就59分，差不多。对，有一种弹幕的风格。还有啊，哎，不是，这是。啊。其他的没有下载啊。我写一篇800字的，我写吗？我写还真不需要写800字，8个字就够了。我就是小月，关你屁事。我肯定写不了800字，但是我觉得也挺难为大家的，就毕竟大家都不是小月啊。哎，我觉得哎，咱们可以搞个投稿，哎，哎，很有趣。包括现在上高中的同学，你们可以找个下午的自习课。不过上高中的同学应该没时间看我直播，写一篇这个锻炼一下，然后回头发到我的微博私信或者发什么贴吧、鱼吧里面都可以。我们可以直播读一下，我真的很想知道大家到底。但是你不要去搞笑啊，就是正经八百的按照我们高考的这个要求，不得脱离材料的范围，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然后这个是江西省的模拟考试，江西省的同学等你们那个卷子发下来之后，我们那个时候是这样，就每个班里面都会选几个什么接近满分的或者是高分作文，然后班里老师会去点评你们班什么成绩，语文成绩最好的呀，语文课代表啊，他可能不认识我，你偷偷的你就抱着学习的态度跟他把他的卷子借过来，然后把他的文章给我看看，我看到底什么样的能得高分，到底是建筑行业的工作还是当网络主播能得高分。但是他这个题目出的是有问题的，你看他说小月是国内某名牌大学建筑系专业研究生，本科期间在网络上自制的游戏视频被观众熟知，成为非常受欢迎的网络游戏主播，现在小月即将毕业，亲戚朋友们希望他从事建筑行业的工作，而网友却希望他继续当一名游戏主播，恰恰相反。小月在此，恰恰相反，亲戚朋友认为小月应该做自己喜欢的事，去做游戏行业，网友认为他浪费了一个清华北大的名额，恰恰相反。你们不是网友，你们是大周子民，你们是自己人。嗯，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啊。
小月该如何选择，小月选择去考科目二。我昨天前天晚上那个饭局还是挺重要的一个饭局，是跟现在游戏行业一个著名的投资人，我不是现在在做游戏工作室嘛，然后未来可能会自己做游戏嘛，然后就现在去见一些这种人，然后聊着聊着，他现在在管金融做投资，哎，结果发现他是我学长，我说你在游戏行业做投资，你怎么？你哪个学校毕业的？他说我也跟你一样是清华毕业的。我说你学什么的？他说我造锅炉的。我在你们建筑系的后面，我是热能系的。然后我说啊，自己人自己人。热能系，锅炉制造者。嗯。然后他说前段时间那个就是之前那个人民日报那个事情炒出来之后，不是好多媒体转载嘛，然后也转到了我们学校的那个水木清华的论坛 BBS 嘛，但我自己不是逛论坛的，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后来他是长期逛，包括他毕业之后也长期逛，然后就可能有不认识的我的人或者是不了解我这个情况，就把那个文章原封不动的就转过去了，然后还说了一些不太好的话，然后就说哎呀就是什么怎么怎么样，然后他就认认真真在下面写了长达2000字的回复。结果就是现在直播间里面应该有很多校友在看，因为他们会去求证到底是怎样的，哎，不是传说中的什么电竞柳岩36D，然后还是什么清流之类的，我需要用我自己的眼睛去判断，然后他就来到了156277，从此就没有再离开了。谢谢苏州得意生塑胶的火箭，谢谢黑屏的时候8048同学送的2发火箭，我今天也看到了他们发给我了。啊，谢谢苏州得意生塑胶的火箭，谢谢带着 DC 老师，谢谢 QQ 10909的赞。头发没洗啊，但是这个发型还好吧，我故意捯饬了一下，我觉得前两天你们之所以觉得我像聂风是因为前面这两个刘海，现在我这样哎就没有了。今天给大家播的游戏啊，今天给大家播的游戏我已经准备了很久，但是现在可以现在就播。嗯，昨天不直播，昨天例行休息啊，我周四休息的，周一、周二、周三、周五、周六、周日下午3点到7点，雷打不动，不见不散，周四休息。记住了吗？朝鲜的事情昨天前天加起来我都已经逼逼了几个小时，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听烦了。事实就在这儿啊，朝鲜的视频，朝鲜视频改天看吧。我 PS4 在外面下那个小姐姐《尼尔纪元》那个游戏没搬进来，现在搬也来不及了，我改天拿进来再给你们看，好吧？在 PS4 在外面。还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
但是我其实是有点憋不住。是这样，就是这个月底四月初，索尼在中国要给一个人第一次定制一台自制刻模的 DIY 版 PS4 Slim。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荣誉就降临到我的身上，然后我就等这台机器。我现在在跟他们商量，因为这个东西是相当于是他给你的一个礼品嘛，它不是一个商品，就相当于是一个纪念性的一个礼物。然后他只能就一开始是答应我给我印一台，我正在跟他们争取说多印几台，然后抽奖送给大家。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就是 once in a lifetime， 就是这一波之后就没有了，所以我尽量多要，我估计能要到三台，然后可以抽两台给大家。十年之后家里面的 PS4 上面印的人你还记得吗？我正在争取这件事，反正肯定是有，但是具体几台我再去跟他们商量一下。人家不是想做产品，人家就是相当于是一个礼物，或者是把它做成吃溜溜的赠品，在吃溜溜购买牛肉干666根送一啊，算了，还是送给礼物给大家吧。然后3月8号有一个吃溜溜的活动，也跟大家说一下，3月8号吃溜溜会有一个很大的活动，大家可以登录吃溜溜.tabon.com， 国风在里面有详细的介绍。据说这次就是国风自从和我妈妈一起来负责吃溜溜之后，我觉得他的这个宣传风格就我很不开心。以前都是女流送粉丝福利，然后国风现在海报风格全都是赶快来吃穷吃溜溜，38元福利，先到先得，什么什么大周药王之类的。就是我怎么感觉他并不是自己人、啊、就是因为他最开始的确是我的粉丝嘛，他在粉丝一群里面就很活跃，包括经常跟壮着一起打撸啊撸，后来大家在一群里面就聊天啊之类的，发现国风是原保洁公司的什么商业总什么市场部，然后京东的什么官方旗舰店，还运营过什么沙宣之类的品牌。然后他就说，哎呀，要不要吃溜溜，我来帮你。我当时想说，哦，终于来了一个专业的。因为之前我和我妈妈其实相当于对食物本身有把控，但是对淘宝这块并不是特别通窍，然后有一个在这个电商行业打拼这么久的人，他终于愿意出来帮我们做点事情，我就打开大门把他欢迎进来女流工作室。相当于是3月1号正式接管吃溜溜。现在怎么感觉有点画风不太对，最早觉得他并不可控，最早觉得他不可控不是因为他去宣传活动的时候这种风格，而是我们一起开过黑。就过年期间我不是在家里面有直播吗，拿手机在颜值缺，然后晚上的时候我会在家里面打撸啊撸，那个时候就跟一群的水友打水友赛，然后大家都表现很好，就是我们当时打大乱斗，我在蓝方对方红方，即使我用完全不懂的什么稻草人啊这些英雄，我都零死然后七八杀，就战绩很好。我们这边有什么王者钻石黄金段位的，但是基本上就杀不了我。但是每次对面如果有国风，我的 first blood 就是国风拿。我讲真的，我表面上我觉得竞技游戏要的是公平，对吧，大家就玩得很开心，最好是发挥你们100%的实力，但是我内心是很不开心的。
然后有一次是打到晚上10点多，前面我都是表现特别好 carry 全场，后来突然国风来了之后就各种杀我，然后我就立刻下线，大家以为我生气了，其实我没有，我在那暗中观察，我看他们有没有就是觉悟到自己作为一个要领鸡腿的人应该做到什么程度会没有那么过分。然后第二天晚上我就攒这个局，我说大家继续打，然后感觉气氛就有点改变，每个人都瑟瑟发抖，但只有国风没有，哎，继续杀我。后来我就把他们全部人拉到了一个小黑屋，好气，领悟力太差。你们可以加他的好友，他的那个他在网一的吉尔什么吉沃特马尔吉沃特吉尔吉沃特啊比尔吉沃特，对，比尔吉沃特，然后他叫吃溜溜国风不怕抓啊，各位王者大师没事去抓抓他啊。今天打游戏，对，开始。哦，还有一件事情要预告，3月8号的齐小点见的公众号里面，我会和齐小点一起给大家送一波福利，然后你们可以关注齐小点见的公众微信。3月8号女人节，女人节当天，为什么要挑3月8号？我会给大家送一波六六的个人 T 恤，然后只要参与留言好像就有机会得到。对，好吧，我们开始打游戏吧。小猫钓鱼，伊森卡特和小猫钓鱼全部已经通关了啊！小猫钓鱼基本上，那谁是那片海的主人这个事情没有必要讨论。我小猫那个猫脚趾头靠近海边的一瞬间，整个海域瑟瑟发抖，所以基本上那个游戏就被我办了。然后伊森卡特也在那天晚上吃饭回来之后通关了，嗯。卡特打完了，卡特那天晚上不是下了直播我去吃饭，然后晚上回来之后我接着把它播完了。今天给大家播一个游戏，名字叫做 Hidden Fox， 这个也是壮壮推荐给我的。我觉得壮壮选游戏的品味现在真的是很高，就一开始他选的游戏我觉得还不是很适合直播，最近他很用功，嗯，我看他在 Steam 里面花了很多钱选出了一些还不错的游戏。10282128 1280960分辨率。